大家都爱樱花妹，日本人自曝心机女多。哦，因为就是台湾男生都喜欢日本女神啊，而不是你长得漂亮。即便是这样，有什么不好吗？不是啊，日本人心机女很多。小百合吗？小百合，原来麻油那么怕小百合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